幸福不是天经地义，幸福是要用心来经营。林锦丽从小就有个明星梦，喜欢演戏的她，国中毕业之后就一个人从云林来到台北追求她的梦想。她从一天500元的临时演员开始做起，每天过着等通告、等上戏、等走红的三等生活。她了解，不是每一个演员都能成为大明星，但是即使是 B 咖，也要继续努力，不能放弃梦想。入行将近20年来，太太唐静平一直是他背后最大的支持力量。虽然贫贱夫妻百事哀，静平总是不离不弃地守在锦丽的身边。虽然没有优渥的物质条件，但是他们依然有自己幸福的方法。幸福不是天经地义，幸福啊要用心来经营哦。我们欢迎锦丽还有静平来到我们三代之间哦。哎，锦丽，听说呢，你入行已经快20年了。是啊。那从你第一次呢参加演出之后呢，你就决定了要以演员呢为你的职业哦。但是刚开始演出的时候，其实收入都不会很稳定哦。那你如何呢？就是很坚持努力的呢，要继续走你的梦想呢？刚入行的时候收入很低啊，尽量争取每天有通告啦。如果说只要连续2天没通告，那时候我会紧张，因为我出社会之后从不跟家人拿钱，然后自己在外面租房子啊，生活开销啊，都是我自己要负担。那在没通告的时候，我就会去找其他工作做啊。早期是会去做工地，然后也去摆过路边摊啊，卖那首饰样品啊，那也去卖过把布。哦，把布就是冰淇淋。把布那时候是骑到海边，很多人在玩水，天气热嘛，人家把布，人家就聚过来。然后卖把布的时候啊，有的人就懒得上岸嘛，我摩托车就要骑在那海边，就是海水，然后跟沙子之间这样。有一次在那边卖把布，还被人家认出来。哦。就一群阿兵哥，那个人就过来买啊，买哎，你不是演电视的吗？怎么来卖把布？然后他们就吆喝啊，说。来哦来哦，来看明星卖把布，我就一群人就为了我买冰淇淋，蛮有趣的一个经验。是，那不错哎，你会说是很有趣的经验，但是那个时候你不会觉得说，哇，我是因为想要赚钱才来卖把布哦。你那个时候会不会觉得心里有点难过？因为他说来看看明星卖把布哎。其实那时候才刚入行，被认出来是有点高兴。哦。只是那时候目的是要维持生活，是钱多钱少就是要保持每天有收入。所以你很正向哎，就是反正只要能够正当的能够赚得到钱的话，你觉得什么都可以做。因为毕竟我们说呢，演戏其实跟一般的行业是不同的哦。因为一来他没有固定的收入，对。那么二来呢，因为他比较没有一个安全保障嘛，不会说你有固定的工作啊，你可以有升迁呐哦。那要维持这样子的理想跟梦想，这么漫长的路哦，你有没有曾经觉得说惶恐？或者是你想要改行？当然也是有，因为就是入行差不多10年的时候，那时候我就在想，如果自己努力在一间公司或做某样工作，已经有一个专业领域，那时候只是在演个特约，演个小基本，那时候感觉收入好像比当初的理想完全不一样。那时候我很拼哎，那时候有人给我一个外号叫无敌铁金刚，那时候我。白天拍力气剧，晚上要拍那台湾灵异事件，一天只要睡2-3个小时而已，日夜间。那这段呢，一天睡2-3个小时是结婚之前还是结婚之后？结婚之前。所以静平，当你认识锦丽的时候呢，你就知道她是演员嘛，啊，那你看她这么拼，而且一天只能睡2-3个小时，还有的时候能够出了戏，是不是常常要好几天？对，你那时候会不会没有安全感？那要劝锦丽想要转行哦。再来，当你决定考虑呢，他是结婚对象的时候，你的父母亲呢知道他是一位演员，有没有反对？
转行的部分我是从来没有劝过他说去转行，因为我觉得他有这个兴趣，那没有拍戏的时间他也会想办法去增加其他的收入，已经有看到他的认真跟努力，所以他如果说想要拍戏我就会支持他，对，完成他的梦想这样子。那你虽然很支持他，但是父母呢会不会为你担心？会担心说我结婚之后有可能会因为他的收入不稳定然后要跟着他吃苦，那但是我妈妈就是说叫我自己去做选择，之后我要自己去承担这个责任，对，那妈妈不会说因为他要娶我就要求他转行或怎么样，对，是我们说生活呢难免会有不顺利嘛，哦，那如何让对方呢感受到你们在旁边呢就是永远的支持呢？就是把家庭的部分照顾好，把三个小孩照顾好，那家里一些琐碎的事情就我都把它处理好，让他可以放心安心的在外面工作这样子。所以在静平的身上呢看到了我们上人讲的就是呢尽本分呢，啊，你把本分的事做好然后让锦丽能够安心就对了。嗯，那看在先生的眼里呢，我不讲话的时候我老婆知道我心情不好，然后她也不会多说话，然后她也会静静的陪伴，她静静的陪伴其实我就蛮感恩她的。嗯，像我们上人有一四神汤嘛，知足感恩善解包容，虽然说只有短短八个字，不过是人生的大道理。像我赚的钱比较没那么多，我不会乱花钱，然后生活物质方面我比较蛮知足的。所以我们说呢爱如甘水哦，但是呢也要面包来相伴哦。很多夫妻的争吵呢都是因为财务金钱的问题哦，那你们选择的就是呢财务自己来管理哦。哎，静平为什么这样比较好呢？因为锦丽她是开计程车，那每天的收入都不一定，那今天有时候可能今天赚的比较多，有时候今天赚的比较少，那我也不希望说每天回来就追着问他说哎你今天赚了多少，这样感觉好像会让他有就是给他造成负担造成压力，对，所以我就是让他自己去就是负担他的部分，那家用的部分就由我去负担，那学费小孩的学费由他去负担，对，这样子就不会有金钱方面的纠纷压力这样子，对。那锦丽真的是好太太耶，她担心呢就是她问你今天赚多少怕你压力很大，所以呢她就想说那么她好好把家照顾好，那么你也把你的部分照顾好，这一点真的是蛮感恩我太太。是是，那么有特别对于金钱的这个使用的观念呢有没有特别的想法跟做法？自己有赚多少的钱然后就过什么样的生活，我不会说去刷卡借这种，我从不用信用卡，我都现金支出，就是我没钱的话就没得花，没得花要干嘛，还能花什么？这是好事哦，因为我觉得没有那么多的钱干嘛要去预支那些做不到的事情。像圣严法师法鼓山圣严法师他说需要的不多想要太多，很多人就是有钱就会乱买，所以可能到月底钱都不够用，我所赚的钱啊就是都会花在试用的上面，我不会说乱花钱，乱买衣服乱买鞋子，我穿的衣服大部分都是人家给我的，甚至有些二十几年还在穿。对，我们说其实呢钱财呢很重要的就是开源节流嘛，其实要赚一块钱不容易耶，但是省一块钱很简单哦，所以省一块等于赚一块哦。对对对，那么如何呢就是说在不影响家里呢就是说那种生活品质哦能够真正做到开源节流呢？静平，我们结婚之前我们也年轻人也是都会想去看电影，但是我们两个就是我们去看二轮片，对，那结婚之后我们也是尽量各方面能省就省，像我会请我姐姐把她小朋友的衣服留下来，因为姐姐的小孩已经比我们大了，那拿回来我再做整理，那就是可以给我的小朋友穿，是，对，那我的部分我的牛仔裤破掉的话因为比较没有办法去做修改，那我会把牛仔裤留下来，那像裤管的部分都可以做一些其他的功用，像如果说我现在我需要一个什么袋子，那我可以自己去做缝的动作，缝一个需要的袋子，像锦丽当初就是朋友给她一台 PDA，
那个 PDA 它没有袋子可以保护，那有可能在拿来拿去的过程中不小心掉下去会摔倒，那我就帮他做了一个缝补了一个 PDA 的袋子，让他可以去做使用，对，可以装 PDA。 那然后前阵子就是我的老大小朋友老大他上国小了，那他们就是会有自己带餐具去吃营养午餐，那有一天小朋友就跟我说，妈妈我想要一个餐袋可以吗？所以我就帮他自己缝了一个那个餐袋，可以让他带去学校做使用。哇，这很珍贵耶。所以王静平手很巧哦。那我们说三个宝贝会不会吵说什么要去哪里玩呢、啊、要去买东西啊，平常你们跟孩子都会带他们到哪里去？利用休假的时候带他们到公园，对，因为公园也有游乐设施，占地也比较广大，那就是可以脚踏车带去那边骑脚踏车，那玩溜滑梯这样子，是，对，这样子就是小朋友也有娱乐到，然后我们也省钱。嗯，对，所以你们小孩好幸福哦。嗯，而且我们说呢，除了这些节省物资之外，可以省钱哦。我相信哦，你们也例行到了，就是爱护地球嘛啊、哦。那么除了爱护地球之外哦，哎，景丽，听说你已经好久没有买过衣服了耶。对啊。嗯。就是从那怎么够穿呢？十几二十年前人家给我的衣服还很多。哇。对啊，现在如果说一天穿一件不同的，我看穿一个哦。可能三个月还轮不完，所以人家给你的衣服都有上百件就对了。有，因为我都舍不得丢掉，只要衣服没破，我都舍不得丢。就算破了，我也看有没有其他用处，当抹布，还是说哪个部分可以拆下来做什么用途这样。这件是我当兵之前买的。哦。哎呀，然后后来就一直穿，透之后还继续穿，拍戏的时候也上过好几次，像看起来像新的一样哎。其实褪色褪很多，原本颜色比较深，这颜色比较偏那个桃红色，啊，整个都已经褪色了。有啊，这有拍照为证。那刚入行那时候拍穿着拍戏，有那时候有拍照。是因为我刚刚有先去摸了一下你们的衣服，对我来讲那样子的触感，我都觉得像新的一样，烫得很好，保存得很好哦。那居然是已经二十年了哦，所以我想问一下这个贤内助哦，你是什么样子能够来把这个二十多年的衣服能够保存得像新的一样？一般洗的时候，如果说有污渍的地方，就是特别另外用手特别再稍微刷一刷，先泡一下再刷一刷。嗯，对，那洗完晾干之后就是折整齐收好摆好。那我是固定会有用除湿机在除湿。把一些多余的湿气除掉，这样子。对，所以这就是配补啦。是我们常说呢，要当神仙眷属啊，必定也要当学着当柴米夫妻嘛。毕竟生活呢，同甘共苦之后的那个滋味是最甜美的哦。那么景丽，在夫妻呢，在有限的物质、有限的空间之下，你觉得彼此互相怎么样的对待呢，是让对方可以感受到那一颗疼惜的心呢？我觉得是家里不论是老婆或是小孩，有什么需要我就尽量做到这样。是，那在你们这样子就是说，非常 smooth 相处的夫妻哦，小孩子的个性呢，是不是也跟你们一样，就是特别的不会有争吵，而且特别的，就是说生活上面就是很平顺啊，很开心的。小朋友争吵是难免的嘛，因为小朋友在一起玩，通常都会可能会为了一个玩具一个什么会争吵，但是我们会跟他讲说，就是有玩具就是要一起玩。三个小朋友其实个性都算蛮开朗的，对。那有时候像早上爸爸要出门了，我都会跟他们说要跟爸爸说再见，然后他们都会就是一个一个轮流会跟爸爸说拜拜。甚至我们家最小的小朋友，他还会去跟爸爸 give me five。对，那爸爸回来的时候，他们都会说，爸爸你回来了，爸爸你辛苦了。对。所以这点老婆教的好哦，老婆教的好。然后有一点，我是像小孩子啊，他们如果说玩玩具抢着要玩，我会跟他们讲说有先后顺序，先拿到谁就先玩。然后还有一点，我教导他们是要感恩，并不是所有事情大人都是应该要帮你做好的。大人为什么需要帮你做？是你没办法做，你如果可以自己完成，就要自己完成。不会，你可以问爸爸妈妈，我可以教你怎么做。是因为上人常常告诉我们说，
父母是子女的膜嘛，我想你们这样真的是相敬如宾哦，彼此互相的疼爱，我认为这就是给孩子最幸福的家里最重要的元素哎。那你们结婚呢也超过十年了哦，那么一路走来呢，就是往后看还有更多的十年哦，你们觉得互相的相处呢怎么样是最重要的？我觉得夫妻就是要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对，那未来的日子还很长，所以不要说只看现在啊，或许我们现在的日子过得比较辛苦，但是我们觉得这样子很幸福。我们常常讲说呢，有梦最美哦，那希望相随哦。你觉得你的梦想实现了吗？我觉得就是知足的话，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啦。嗯，钱是身外之物嘛，没钱可以多点努力再赚。我觉得快乐的生活跟身体的健康是最重要的。是啊，所以景丽，我觉得你的梦想实现了，因为你娶了一个好太太。我们从景丽呢跟静平的身上呢，我们所看到呢这对夫妻啊互为拉拉队哦。那么当景丽呢她追逐梦想的时候，太太是她背后最好的支柱，那么景丽回馈给太太的也是给她一个安定温暖的家哦。谢谢你们来到我们三代之间呢分享你们幸福家庭的哲学，谢谢谢谢谢谢。我们常说呢，幸福美满的家呢是有温度的，那么如何呢让幸福的指数呢可以加温，看我们用一杯茶来制造家庭幸福美满的氛围。我们一起来看阿丽到你家，奉上一杯茶，让家人的爱随着茶香扩散。阿丽到你家，教你如何为家人泡茶。今天阿丽到你家要拜访人称大姐的李明珠。年轻时因为先生陈旭修是人民保姆，警察工作经常不在家，于是她便一肩扛起家里的大小事，忙里忙外，每天像陀螺一样停不下来。如今孩子都大了，先生也从警界退休了，正是含饴弄孙享清福的时刻。他想跟着先生续修一起学佛修行，却总感觉自己修行的慧根不如先生。于是今天阿丽要教明珠如何透过一杯茶来关照自己的内心，让自己有一个更优质的退休生活。今天终于看到本尊，因为我有看你的节目了。谢谢，喜欢吗？喜欢，真的好有人文哦。谢谢谢谢。明珠从很忙碌的工作刚退休下来哦，那现在都做些什么？退休下来，这个心好像还比较不定，个性比较急躁，这一点是我很伤脑筋的。师兄当然是希望我要定下来，要多听，多学习。那这些我也都懂，可是我要做到好像。觉得有点难，自己都觉得好紧张哦。我呀，其实不难。我跟你说，等师兄哦，他回到家呢，有空的时候哦，你就泡一杯茶，那你的心定下来，静静的时候呢，多听师兄讲话，跟他多学习。泡茶可以吗？当然啊，真的啊，是啊，我教你泡茶。好啊，那敢，那我带你去。好，好，师姐，这是我们家师兄收集的茶具的地方，可是我一直都。不晓得怎么泡，我拿给你看好不好？好啊好啊，很多哎，很多。这个 OK 吗？哇，师兄很有品味哦。好，那么我们就用师兄买的壶，你来泡茶，请师兄喝。好，谢谢。谢谢。茶道啊，可以静心，可以清心，可以安住我们这颗心。适量的茶量，放在小壶里。一切的动作呢，就是很轻、很慢，还有很柔。然后适当的水温。泡茶的时候呢，也可以非常的专注。
我们说呢，茶好呢，很重要的呢，还是要泡茶的人呢，他一颗恭敬的心，还有一颗等待的心。好有学问哦。对，所以在等待出汤的时候呢，你放慢脚步，你可以看见自己。那你放下来，你还可以让自己接纳自己。其实那个一切呢，心就打开了。我们说呢，以茶入道，以道入茶，茶道合一。那么跟师兄奉茶的时候呢，就要用笑眯眯的脸，而且要很诚恳的跟他请法，让师兄呢把他出去的所见所闻呢回来跟你分享。那么你的道业啊，也在精进当中了。跟师兄呢这样一起修行，是是，向他学习，感恩。好香哦！对呀，你家的茶好好，真的，谢谢，真的。那以前我都没有用心去品尝，谢谢阿丽师姐到我家。不客气，要常泡茶哦。好，一定记得。好，谢谢阿丽师姐。师兄，你今天辛苦了，我泡一壶茶，我们一起来品尝看看。这个是乌龙茶，那师兄等一下看我泡的可以吗？好，师兄来，你喝喝看。怎么样，味道可以吗？香不香？香。你有用心啊，谢谢，有用心泡。谢谢。谢谢，哇，真的是不容易，哎，可以这么细泡茶泡得这么好喝，以前我们都泡这么大杯啊，不知道茶居然可以这么的好，那以后我幸福多了。对啊，我想就从泡茶中让自己的心更沉静沉定下来。好，不错，就跟我写书法一样，书法静不下来，那个字就不好看了。谢谢啦，我还在学习啊。啊，不错，学用心就可以学得更好。说真的，我还没有这么细腻、这么细致的泡茶给师兄喝过。我真的很高兴，阿丽师姐来我们家，因为她所讲的正是我需要的。定下心来，她告诉我说要以茶入道，心静下来，那去泡茶，用那个恭敬心去泡那一壶茶，那一壶茶就会特别香。这个是我努力的方向，我也愿意去这样子做，去学习。真的非常感觉到非常棒啊！因为我们结婚40年来，我第一次听师姐这么讲话，温柔又泡了这么好喝的茶给我喝啊，感触良深啊！因为我们平常都是忙于工作，所以也没时间坐下来好好的喝一杯茶。那今天我感觉到好像生命跟生命在对话，有一种感动。这样好雅致哦。哎，再一点。嗯，可以。好，很高兴这样子，我们夫妻两个这样一起在这边饮好茶。换我敬你。哇，好喝哈。好，谢谢谢谢，感恩你啊，谢谢、啊、谢谢你的祝福，我也在学习。谢谢，好、我们一起学习，多学习啊，感谢，谢谢。